每一档固定举办，不过拢是用无同款方式做定型的紫锥花运动。今年是以着舞动紫锥心，反毒我最行为主题，举办创意舞蹈竞赛，邀请到全台南16间高中爱跳舞的学生，将正确的反毒观念透过剧情融入舞蹈内底。其市府警察局社会分局嘛，趁着活动举办到现场摆摊。除了传达反毒反诈骗，同时阵将辖区内底重点的项目向民众来做宣传。23号上午伫生活高中举行的舞动之最新反毒我最行创意跳舞竞赛活动，是吸引着全台南16间高中热爱跳舞的少年朋友组队比赛秀创意。离开一般舞蹈比赛不同，这次参赛团体各种毒品对伫人体会造成危害，以及面对毒品诱惑，要安怎家拒绝，透过剧情展开的方式来传达给现场每一个人。我们都吸那么多次了，也没怎样啊。那好吧，我试试看。你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警察节，并迅速趁着活动举办，将辖区内包含交通安全、呼救保护等观念做宣导。只有警察局生活分局是前往生活高中来设搭，也邀请现场参赛学生朋友，拿着标语甲布条一同落实反毒反诈骗。希望更多国高中生能够了解毒品的危害。要怎么去了解毒品之后才可以去远离毒品，把反毒的观念用舞蹈的形式把它推表现出来的话，会让小朋友更了解什么是毒品，毒品的危害在哪里，这是可以达到的效果。在那间高中，无论是服装设计、剧情以及舞台安排，拢展现出家己的创意和舞蹈实力，就是希望透过人类歌舞剧的方式，搭配简单明了的反毒标语，将正确观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会当有一个健康有活力的青春生活。记者马家生活区采访报道。